为什么橱柜门板面板的选择里面一定少不了刨花板？首先一起来了解刨花板的优点。刨花板价格实惠，相对石墨和其他高端材料来说，性价比非常高。这意味着无论是家居装饰还是商业用途，都能用更少的钱达到优质效果。多样性是另一大优点，刨花板可以模仿各种材质和颜色，比如木纹、石材、金属等，满足不同风格的设计需求，让你的空间更有个性。它还非常耐用，这种材料耐磨，抗刮、抗撞击，特别适合使用频率高的环境，无论是家庭、办公室还是商店，都能长期保持良好状态。维护简便也是个大卖点，表面光滑经过特殊处理，不易脏污，清洁起来非常方便，只需用湿布轻轻一擦就干净了。而且刨花板环保友好，很多生产商包括密扣使用的是可再生材料和环保生产工艺，产品符合多项国际环保标准，对环境影响小。最后，这种材料稳定性非常好，多层结构使其在湿度和温度变化时能保持稳定，不易变形或膨胀，长期使用也不会出问题。密扣成立于1972年，生产线于马来西亚彭亨的工厂，凭借高品质和环保友好的产品，在国际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。他们产品符合多项国际标准，如欧盟的 EN 标准、美国 EPA、TSCA 和 CARB 的认证，以及日本工业 JIS 的标准。Nico 始终坚持使用高端技术和设备，从单纯的刨花板制造商起步，不断开发增值产品和服务。通过技术合作，他们开发了 Mico 装饰板 MSA、 Mico 高端饰材 HPL 和 Mico 封边条等产品，展示了强大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应变能力。刨花板以其多样化的设计、高耐用性、易维护、环保和稳定的特性，成为现代装饰材料中的理想选择。而 Mico 凭借其先进技术和不懈的创新精神，已经在市场上树立了卓越的品牌形象。在设计中，材质选择是塑造空间风格和质感的关键。Mico 推出的全新 Mico 8系列 MSC 产品，专注于纯素色主题，一共32种吸引纯色选择，与现有超过200种颜色选择，让顾客有更多的选项去实现打造各种空间风格和需求，点缀出柔和清新的氛围，易于搭配各种风格，满足多种生活场景。Mico 9使用通过环保标准的 1级低甲醛板材，保障室内空气品质，兼具艺术性和环保理念，价格亲民是商用和居家设计的理想选择。